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邢岚。我们接下来探讨，如果说到国内的中型房车这个销售急剧的市场上，如果要想一台车，它不论在销售成绩、屡创佳绩，或者是在车迷的关注话题度，非常热烈讨论的，我会第一台联想到就是福特的 Focus。那 Focus 在2019年初的时候推出以来，它不论在19年、20年都创了非常好，我记得它都有超过万台的年度的销售，所以它在我们国内的中型房车市场算是一个第二名的销售佳绩。如果你单就5D 的掀背车型的话，它则有 No.1 的销售佳绩。那我们频道其实印象中过去这两年也几乎平均每季或是每半年就会针对他们原厂的新年式的推陈出新，让产品更具竞争力，来做一个新车型的试驾。那最近同样的福特六合也推出了2022年式的全新的车系的进化，那主要是针对原本的四门跟五门的 ST Line Lomo 顶规的车型，它又推出了2022年的X 版，然后另外针对跨界车型的 Active 的韧性版也同样有全新的车系的配备。那如果以 STI Lomo X 来说，它主要多了两样配备，也就是从欧洲原装进口的 Dynamic LED， 也就是智慧的动态照明系统，以及德国制的18寸的悬压的铝合金的轻量化铝圈。那 Active 的韧性版同样也都是有 Dynamic 的 LED 的这个灯具的配备。那我觉得非常难能可贵的是，在新增配备的条件下，它居然售价维持不变，没有调涨哦。也就是说 ，STI Lomo X 不论四门五门，依旧是92.9万 ，Active 的韧性版则维持89.9万。那我们今天影片的重点就是要来透过实际的试驾，来告诉大家这两样配备实际使用起来有什么不同的表现呢？那这一次新年是2022年的 STI Lomo 的 X 版哦，它其实就是以过去原本 STI Lomo 的车型，我们还是帮各位观众简单复习一下这台车我对它的一些印象以及几个诉求重点。STI Lomo 在 Focus 的这个车系中算是比较高规的车型哦，它诉求的就是更运动化的这个底盘的调教，让你更有操控的驾驶乐趣，更 sporty 感一些哦。那 STI Lomo 当初我们知道，它一开始原本 STI 是采用前麦花臣后扭力梁，那除了 Lomo 以后，后面换上了 SLA 的多连杆式的悬吊 ，Lomo 象征的就是比利时的 Lomo Proving Ground， 历经这个实际的这个赛车的测试场调教出来的底盘。那除了悬吊结构不同之外，其实它在像刹车系统也做了升级，包含碟盘的加大以及卡钳也改用了铜化的处理哦。那 STI Lomo 原本在动力底盘相关的特性上我一直其实对 Focus 这台车就觉得它是一台非常跑开、轻快、够力，然后也很有驾驶乐趣的一台。那因为它搭载的动力其实就是一个 1.5 的三缸现在很主流的 downsizing 的涡轮增压 EcoBoost 的182。最大马力也就是182匹，最大扭力24.5公斤米，搭配以今天房车版1300多公斤的车重，然后换挡效率非常好，很聪明的这一个 Select Shift 8速的手自排，它在车内也是采用现在很先进的线传的拨盘式的设计，当然方向盘后面也是有换挡拨片。然后我们刚刚讲车重不重，所以它开起来其实我一直就对这台车觉得怎么开都不觉得它像是一台 1.5 升三缸，甚至有点 2.0 的这种的加速的反应的感受。那这一次新年式的 S 版最重要，我们刚刚外观讲除了 Dynamic LED 之外，我们现在这台车的重点要放在就是它在胎圈的配置的升级上，它这次换了一个维持原本235/40/18 PS4 米其林高性能胎的配置，但是把圈换成了德国进口的18寸的悬压的轻量化铝圈哦。那其实悬压这个制程工法，其实在国内应该我觉得不算是陌生才对，因为其实有一些国产的升级铝圈改装铝圈就有用这样的工法，但可能有些观众对这样的工法听过，但是不是这么了解，甚至原厂车上配悬压铝圈则就比较少见，所以我们来帮大家介绍一下。那它其实就相较于传统比较常见的原厂的铸造铝圈来说好了，
它其实是从一个铝锭哦，一个铝的这个铝的材料，然后经过高温把它溶解变成了我们讲的这个铝汤之后，然后再把它倒入一个轮圈的模具，让它有一个基本的成型哦。像这一颗铝圈的这个石细爪、石斧式的这个形状哦，它其实在这个部分这个过程中已经就成型了。然后当然再把它将跟模具做一个脱模的动作，它就已经拥有一个粗胚的一个 base 之后，那再经过加热到400多度吧，然后再把它放上这个专门的悬压制成的这个机台上，利用高压的旋转把它这个中间的这个轮圈的主体部分，把这个铝的这个材质做一个延展延伸哦，然后到达你原本这个电脑设定这个铝圈要的一个宽度尺寸。那这样的做法会让原本的铝合金的分子密度更为的高，也就是让它的这个整个的刚性会较传统的铸造的铝圈的工法来得更好。那它其实我们刚刚讲是德国原装进口，它是由 Ford Performance 它去设计，然后交由德国 Bobet 哦，这个厂非常屌哦。我们可能一般国内消费者听过日本的 Race 啦，或者是 BBS 啦、Wog 这样铝圈，其实 Bobet 啊历史非常久，它有140多年的铝圈工厂的历史。那如果单就这个诉求来说啊，为什么要做悬压？除了强度更好，再来就是它的重量也可以较传统铸造铝圈来得更轻哦。那跟原本 STLine 它的 Lomo 的配圈来说哦，一颗的空重原厂提供我们资料是大概12公斤，那现在这一颗则只要 10.07 公斤，所以一颗将近有2公斤的减重轻量化的效果。那我相信大家一定听过一句话，就是皇下一公斤哦，皇上十公斤哦。那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在我们的避震器悬吊系统以下包含了胎圈、刹车，只要你每减重一公斤，那回推到变成以上，也就是在车重的部分，也就是约略会等于减轻了十公斤的效果。虽然我大概有几个月吧没有开到 Focus 的原厂新车，但我今天开到我就觉得说，它的方向盘的利落感、转向的回馈哦，这样的一个指向性，哎，它比我印象中的 Focus 来得更直觉。好，这样来感受看看，在爬坡的过程中，对，你看这样的弯道过程中，车的车头变得会觉得车头变得更轻了，转向变得更直觉。哇，我觉得这样的感受甚至是比对于加速的帮助来得更明显一些。就你感觉它卡钳抓这个圈减速的感受上变得更轻松了，它的惯性没有那么大，重量减轻了。好，我们现在接着就来试驾这一台Active 的韧性版哦，它一样是以我们刚刚试驾完的 Focus 为基础哦。当初我记得它上市的时候，其实我还蛮喜欢这台车，就像今天这台四人车一样哦。它在外观上拥有这种跨界的元素，多了一些防刮材质哦，然后车高透过前后悬吊的加高4公分左右，所以整个的车格的调性我觉得还蛮潮味的，很好的车内的空间表现。那相较于其实竞争对手，通常都是以这种 B 级距的尺码升级而来的 crossover， 那 Active 就有这样的一个空间的优势，然后再来它的车高也只有150多公分高一点，那也很适合台湾很常见的一些机械式的停车位，它也都可以对应哦。这是我认为它尺码很适合都会使用的原因。那整个的悬吊除了加高之余哦，它也因应跨界休旅的调性，我觉得它比较没有像我们刚试驾的 STLine Lomo X 来的比较运动跑格化一些，它反而是给了我觉得在行路的舒适性有更好的感受。那除了刚外观讲我们它有一些专属的特征，但内装也有加了一些蓝色的饰板，以及它这个 Active A 的蓝字在椅背上也显得更年轻一些。好，那今天这台车我们试驾的重点哦，就是它也新年式新增的配备，跟我们刚刚试驾的哦，四门 Focus 一样，也有所谓的 Dynamic 的 LED 哦。那这套是由欧洲进口的头灯，
也就是所谓的智慧的动态照明系统，它是由18颗 LED 所组成哦。那它主要的诉求是有六大功能。那除了以这个低速，我们刚刚其实停在原地就可以感受以及拍摄出来的一个感受，就是所谓的转向辅助照明哦。那我们就试想在40公里以下低速的时候，当你右转，你方向盘跺脚往右打的时候，你右前方哦，它就会多了一块让你照得更清楚的面积出来。其实从车外看，你也会发现其实就是在左右两侧灯具靠内侧的那一颗哦发光的灯源啊，它会做一些调整，让你有更好的一个转向辅助的照明。那如果你到了车速40以上，它则有 AFS， 也是主动的转向辅助照明啊。像我们现在在山路上哦，车速大概也是40多一点。好，那我们平常跑这个新民山路，如果到了傍晚晚上，你就会觉得其实比较视线没有这么好。但今天有了这台车，你会发现，其实你随着你的方向盘的跺脚，然后透过它车上一些平衡仪 sensor 的感测，它知道你在过弯的角度，它也会提前朝着你行进的路线先把路照亮。这就是所谓的 AFS 的主动的转向辅助照明。那另外它也有像是动态的多光型哦。当然在山路上比较没有办法呈现，也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是在不论是低速的市区或者是在中高速，你在高架道路高速公路，它会让你依照你的车速哦、行车模式，然后以及路况去判定，它有这个前挡的摄影机去判定。那你如果速度到了高速，它就会比较光速集中，让你看准正前方。那换言之，如果是比较慢的地方，它就让你要看得比较广左右。就像你试想你在市区可能会担心有这个行人啊，或是其他的路人啊从小巷穿出来的话，它就会让你照得比较左右宽广，而且有更好的视线。其实我们这样边开边讲，在这个新民山路它其实一直都在变化哦。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几大功能，它还有像是自动的水平调整，那它也有比较一般的像自动的远近光灯哦。它只要你侦测到了这个山上，其实照明相较于市区是黑很多的，只有一小段路才会有一个路灯，它就会提前帮我切换到远灯。像现在仪表板就已经看到蓝色的远灯是亮起来了，然后这边感觉又有了路灯以后稍微亮一点哦，它又切回了近灯哦，这是自动远近光灯。那其实它还有一个叫做这 glare free 哦，也就是我们常常在讲的远光灯的一个光型遮蔽哦，也就是当我们今天如果在山路追到前车太近，或者是对向有来车的时候会车的时候，如果你还开远光灯的话，我们传统以前开比较旧的车都是要主动去把灯切回近灯，比较有礼貌，不要造成对向别人临车的这个视线的不舒服。那现在有了这种聪明的智慧型的这个照明系统以后，它就会自动侦测到这个摄影机去判读对象有来车了，就把光型做一些调整遮蔽你就会发现其实它在周边的对象来车的车头周边的那一块就会有一个黑影，比较不会影响到对象来车的视线。那这套头灯其实在国外，在英国，在欧洲当地的话，如果有一些Focus 车型你要选配的话，其实它大概也要加价台币40000多。那如果以台湾我们讲这种双 B 来说好了， C-Class 要选配多光束头灯也要80000多元哦。所以今天在一个一般品牌福特这样的一个80000-90000级距的车型上， Focus Active 上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灯具，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用，而且可以说是佛心来的。好，我们今天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分别在山路一直到现在我们来到了基隆的外木山的海边首先我们在细平山路上非常深刻体验到，就是这一台 STLine Lomo X， 它在换上了悬压的轻量化铝圈之后，不论在加速操控上，我觉得都有蛮明显有感的提升。再来我们也在山路上开了两台车都有配的 Dynamic 的 LED， 我开的是这一台 Active 的韧性版，我觉得它在山路尤其是漆黑的路段很聪明的主动转向的辅助照明，甚至远近光灯的自动切换，而且我们刚刚在来这边的途中高速公路它也有很便捷灵敏的一些远光灯的一些光型的变化遮蔽，真的让我非常有感。所以结论，我觉得这一次2022年是新年式的配备，让 Focus 的产品竞争力可以说是又再次向上的大跃进了。那最后也补充几个资讯，相信如果你已经是 Focus 旧款的车主，也很想要这样的配备的话，
我们问了一下原厂福特六合，以 Dynamic LED 的部分，目前哦，因为它攸关到车辆上的一些感应 sensor， 包含这个跺脚车速感应，哦，甚至包含前挡上的摄影机的模组，所以基本上目前没有办法透过事后的加装来帮各位车主升级。但是如果你想要升级哦这一套轻量化的悬压铝圈的话，原厂则有提供服务喽。单就这一颗铝圈，它源自于 Focus ST Edition， 在英国当地选配的售价一组要40000多，也就是单颗大概10000多台币。那来到台湾加上关税，售价大概50000多元。那原厂提供一个特惠价，大概6折哦，只要3.2万元就可以升级。但我觉得有一个更划算的套餐，就是搭配它的 PS4 的高性能胎哦，整组要价80000多元，也有一个6折优惠价，只要47999元，我觉得真的非常超值，换上去真的会开起来非常有感，在这边推荐给你喽。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针对2022年的 Focus 新年式的试驾，别忘了持续关注锁定我们车水马龙网频道，以及我行男寻龙的粉专哦，拜拜。